阿总，你后壁要动手，来，我来讲，吃够你吼，吃够你，咱加吃寡，咱顶个大头吃，哦，咱唔免吃雪梨，安尼买一寡寡嘞，明仔就过来，后期就过来去菜市啊买雪梨，唔免吃艰苦，饮食唔免吃艰苦，你买一包500块，当个大头吃，大头享受，吼，吃够你，吃够你，我安讲吼。这盘你当个六磅啊，磅个无两斤，你后礼拜过来这档，拜六这档还我。一盘也无两斤啊，听好啊，收着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个人家，这边七个，这边七个，我一斤甲切三百，两斤六百，我甲你卖500俗一百，我那免来化鱼啊。全部七个人家先加一个三百了，来三百，我来300块了，来三百了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只，三百块了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只，我再搁送你哦，你只好送，再搁你啊，加价一点啊，加价一点，再搁你，来三百块，这鱼啊吧，这鱼啊，再搁你啊，食食食食，再搁你，等一下啦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做的家钱哦，大家加吃寡。哦，这客家就是要恁爽的啊，来，再顾你。啊，无我炸四箱来，要创，我就炸两箱就好啊。炸四箱就是要恁加吃寡，来，再搁送你。这正偏爽咯，最后搁一个人客，唔免500，300我。来，偌客寡？来，300块。来，来300咯。来300拢有啊吗？我只开一分啊，我四个呀，我一分啊。四个，啊你卖一个啊，最后搁一个沙发，我感谢，谢谢美女哦，好感谢。照我的方法下去煮，绝对让你比这一只的沙发搁有要来无？无就先收啊。哦，来收。大你搞要吃？我带你走，看我。左脚要不要一份？后边。不要，不要。这我别甲你害啊，真的你就知，拢有啊哈。来，谢谢。来500两个。对，来是。好啦，阿哥要啥？三个鱼啊。阿叔，咱要卖啥？恁阿要食龙虾，我来画七千给恁吃。我希望恁吃好，我头，不是讲安怎啦？啊？来，客人客看，伊要啥？我讲。柠檬。来，柠檬退袂起来，我只要客人客看。多少钱一只？来。来，客，我等我人客看。来，这我前两天吃，来有龙无？这就是这一模一样的，我伫办公室煮的，来家你看，这就是要吃伊的龙，你有看到规样龙无？有膏无？有龙甲膏无？吃这个物件霸王蟹，餐厅你吃这个吃啥？吃伊的膏，吃伊的龙，来家你看，这拢免转，这我伫办公室切的，这我伫办公室切的，就是切这，我刚吹两只了，要办公室的吃。来，来看一下，哦，这拢免转，有龙无龙，我来翕相给恁看，你就好啊，拢免转，我讲伊有龙，你嘛看袂到啦，有龙无？有膏哦，安尼看得到无？这就是这。我刚刚伫办公室吹两只，中昼因咧食便当，我吹两只。规间办公室啊，胖公公啊，真正无甲伊好笑的啊。爱食我讲，你看你几个人要食，少人要食剁一半，侪人要食剁四半。安尼知无？你像你讲办公室啊，我剁四半，人伤济，我怎一只剁做安尼，剁做四块。好来，你要食霸王蟹，这餐厅捌食过无？有人捌伫餐厅食过这无？我讲真正有人捌无？你若捌，你讲一只食偌济？有人知影无？这一只吃个超过1000块。这个霸王蟹，英国的霸王蟹，来，1500加1500偌济？3000。你若过年过节要食龙的，我来讲，你规个豆菜用好有哦，大概食百外，你甲吹两三只，多多给大家去食七套。恁家行，恁家在上怕呀？我来讲，你要食霸王蟹，唔免给你开3000，开2000都唔免。我用上高级的物件，用俗俗的价钱，让恁当个享受。来，一个人掠三只，一只若1500，三只都要4500，唔免啦。全部1、2、3、4、5六个人客，要食好的，你先加钱，这比量的还好吃哦。开1000落来，1000块了，来1500，人要食霸王蟹。有人要食霸王蟹无？1000块，规个拢热，规个拢冷的啦。1000块要食霸王蟹，有人要食较好无？1000块，1000块够有人要食无？1000。你大家拢袂，拢无人剩的，无人要食这個。1000呢，一只300几块呢，来我收起来，收起来。等下我来下，我来买。给内行转的嘛。后来恁过来要吃什么？意大利面有。青酱白酱别个。萝卜糕是个未？萝卜糕你要偌济？就这两包100块。来，我。你嘛要来啊？搁一箱我带来一个，我先卖一个泰式柠檬。你意大利面、青酱和白酱先来。你下趟上我要吃泰式柠檬的排队。我不要。因为龙山今麦无啊，今麦工厂欠袂啊。来，你要食迄个泰式柠檬的鸡腿拢无过了，300块八片哦，200块上面食。小姐啊，这鸡腿啥哦？
伊这种柠檬，甲加柠檬足香的，两支鸡腿、三支鸡腿、四支五支哦哩，今仔先加钱，这三支五哩，免三百啊，两百，无贵的哦。那恁要食鸡腿的无？三四来块，两百。但是你冇得啦。三下，三下搞两分啊。来，尽量我做老内副，帮我处理你的，帮我口罩的。老话你讲几个？我跟老话。这个鸡腿大概哦，对啊。你看人家好食，拢冇买两分。哦，我带过，冇记我带过。来，等你让你自己直带回来。来，两百了。来，这样，帮我准备。今麦要送我袂记得。我个结婚。帮我准备。两百个有要来无？来，帮我准备。找我钱找我。来，他说不是后面的人吗？他说你不知道谁，就在也是谁。来，这意大利面呢？我们后面就走他们嘛。阿姐，你们清酱多少？你家冰箱不是一堆吗？两个加起来五百啊！好来，我先一个落去过，来青酱你买，青酱你买两百，我分了，我白酱给三百，安尼五百多啊。个人要食意大利面的无？这三百一百块了，这粗食哦，意大利面。来，安尼五百。有人要食意大利面，那无就收啊，来收，来收。阿妈好嘞。阿妈好啊，阿妈 OK 啦。阿伯，你讲有人要食鸭肉丸的无？三百、五百、要一百块，两百要给我鸭肉丸，你应该拢足清楚的。啊，阿恁，来遐要后边要一包。最后一包一百没有了。啊，我伊要三碗，你也寄过来，准两碗我带过来。对，你收钱到，阿伯去，阿伯要帮我包起。这样行。来，菜头粿上面一个百五了。来，姐姐啊。来，姐姐。最后一箱啊。菜头粿上面百五无啊，你去收啊。来龙诶，老姐啊，菜头粿全只烧，要买金买啊？伊毋是要这做伙吗？无共人呀，百五粿买来无？萝卜糕，来多啊，明天好。好来，有无就好。安那，你是毋是有白起来啊？你爱食银杏咯？月亮花枝啊，月亮虾饼，月亮虾饼即满无啊？蛤蟆可以。你不要人家吃啥？你看人家要吃啥家己点吗？狮子头。什么狮子头？狮子头可以个。北菜肉。北菜肉一种个哟。是个包房去。我是感觉讲你若爱吃啥，我来画啥，安尼是较趣味。来。这山药头要吃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三百上面吃三百块。阿姐。红烧山药头。这嘛最好是烧啊！这拢一直起起，一直起起，无解好食，搞袂出股票，一直起起。这一点两斤哦，煮好380啊！这点当然唔管你要配方，唔管你过年要做剁菜，拢会当的啊。300加300偌济？300上面是六点二。好食。我来讲啊，我常常讲一句话啊，每一个吼，迄拢无好爽，不如卖一个。买一个趁伊一个嘛，无好爽，咱不如卖哦，俗啊卖啊，侪人买。那我这边坐啊。我相信伊买过，才会来买这啦。伊无好食，伊要来买这。我来讲，五个人坐，我用上上的价钱互恁食。你先给钱，我无好食，起甲无爱起啊，一直起起去啊，伊也五楼，来连排。来坐啊！来两个，来三个，来四个。好啊，师傅无。老王一条货嘞，老王你几个？我来四个。我来四个，好。我四个，好。伊也五楼了，伊也五楼了，上个恁个。哎，无。哎，无啊，这无啊，人这边便宜啊，来只。买一杯啦，哎，一直没通啊，你懂吗？我满意的这样。你讲我咧食啥物好搞啊？来食只白青啊，套条乌币也甲揢起来啊，迄个互人白青。来提三百，下提三百。会开心哦。你若在上方要食这白青啊，这白青有水哦。这白青虽然无大只，可以太好啊。伊冻的哦，你含几分烧了，煎的炊拢真好食，迄肉足油的啊。哦，我相信白青肉油，唔是我头家自己嘴讲哦，我相信你捌食过，拢知影啦。来，你要食白青的啊？菜市啊，太好，嘛是拢该算开工啦。你要食白青，免五百嘛，免我咧加四百啦，吼、哦。来啊，这老话你照几箱？就一箱尔。阿叔，你等下摕一箱鲍鱼鸡，我要人家食好。迄只鲍鱼鸡即马上贵的，迄只鲍鱼乌骨鸡只上贵的，迄只鸡啊，互人家买一只好，好迄落，互伊好过年。今仔你要食白青的500、400拢甲我收起来，2、4、6、8人家三百上面一个300，白青上面一个300，再过三二啊，再过二啊，鸡汤去煎啊，再过来啊，再过二好无？再过二啊，再过二啊，再有够无？
这堆拢我恁哦，恁肯定真真的啦，这种搞。来，暂停啊！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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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讲，我讲不要恁欢喜，就是不要恁欢喜。全部一边死的人家买白枪，唔免考虑。含钱收了，真够吹，把幼咪咪新价钱的太好个哦，200来200啦，凊彩啦，200块你收啊，后壁搁一个啊，200，唔免300，200块恁吃啊。来200上面食白仓的200。来，收起。过一下班嘛，袂歹。你拢免啰嗦。哇，这话以后我就上不了啰嗦。我先话蛤蟆起起来啦，阿伯讲两届，拢讲五届啊。